小医生啊，安泰安尼面有面甲，去甲人搞话讲好清楚，敢有遮困难啊？我知影啦，我会好好想清楚，看安怎讲才袂伤害超越自尊心。哎，你免替我烦恼啦。是讲迄款有话煞讲袂出嘴的感觉，我会当体会啦。金玉，你想怎？我有去试探阮爸妈，发现因竟然对林凤来的行踪足清楚的呢。我甲因提起林凤阿姨找你个亲人的代志，阮妈竟然甲你讲老高去，讲希望林凤阿姨的表兄应该赶紧找到林凤阿姨爸爸伫美国的住址。也毋过奇怪的就是啊，我从来毋捌伫阮妈的面头前提起林凤阿姨是去找因表兄要找因爸爸伫美国的代志，所以。我就起怀疑啊，也不过我嘛唔知影，所以我到底要安怎做？而且你伫林凤阿姨因表爷厝的附近，看到恁爸的车离开，敢毋是？莫怪你会怀疑啊，确实真奇怪啊！每次林凤阿姨要找亲人的代志，拢伫因计划中共款。林凤阿姨亲人伫这时间点出现，加上恁爸妈对这件代志特别关心。金玉，其实你心内真清楚，除非你是要安排什么代志，啊，若无真正无必要对林凤阿姨这外人这么要紧。亚弟，所以你的意思是，金玉妈妈不是真正的地主员，是林凤阿姨。那安尼讲起来，迄份 DNA 真正是假的啊！我甲阮丈人。伊两个阿母看起安尼紧张烦恼啊，甚至因阁重新设计，予林凤阿姨一个无同款的身份佮人生故事，目的就是为着要予林凤阿姨佮郑家完全无关联。金玉，你真清楚啊，因为连你嘛无得解释这一切。安尼想，一切拢会通啊！一定是金玉爸妈早就知影林凤阿姨的身份啦，才会暗中出手。我唔是迄款，因为感情就敢若知影，戆戆一直为家己亲人的人啦。也毋过，我妈伫我心目中，真正是一个足温柔、足善良的人嘞。小姨，你会记无？我为着有信心跟你冤家，离家出走迄天啊，迄暗哦，我就是予阮爸接转去万家大。也毋过迄天暗暝啊，落大雨又搁打雷公，我是惊到哦，一直咧哭。阮妈听到了，就走入来我的房间啊内底，把我揽掉咧安慰。免惊免惊，无代志啊吼。而且唔那样呢，自我熟悉伊，甲阮小人，一直甲亲妈，阮妈真正足疼我的，一杯茶是烧的还是冷的，只有家己啉过才会知影。我真正感受得到阮妈对我的真心。所以我真正唔敢相信，我若唔是伊的亲生查某囝，谁做伊会当这么疼惜我？敢讲伊真正会这么残忍，做出这么违背常理的代志？我无法度相信啊！金玉，你是不是会当了解啊？毕竟你拢相处过，毛感情啊！阿你向接受，你这个妈妈是心肝恶毒的人，确实真困难啊。
虽然这个代志到今摆未真相大白，啊，不过恁爸妈特别针对林凤阿姨这点，真正讲袂通。所以金月，就算你无愿意接受现实，选择无去面对伊，啊，不过事实就是事实，今摆你应该做的，就是勇敢去面对伊。是要怎面对啦？敢讲我真正，你该签名的讲，我已经开始对伊起怀疑啊。好了，金玉，莫伤心，莫哭啊。既然你对你妈无咧开这个嘴，那呢，就坐一晚。咱对林凤阿姨并下手，你感觉安怎？地当讲这个人是假素媛。唔知影伊找我来到底是要创啥？我会较细腻，看书办事。我去得真要，你伫家小等者。好，多谢你啊。啊，这久无来做 SPA， 最近哦，真正发生足侪代志。我刚才有好消息，我终生哦找到我的爸爸，希望这次去美国找伊，会当顺顺利利的。奇怪，我奈很无奈。这样你爱困啊？莫搁对你无情，咱两个敢若有一个人会当活在这世间，毋是你死，就是我亡。你讲要不对宋勇下手，叫我过来甲你会合，你到底是宋啥？是安怎无代无志，搁要甲宋勇抓起来？你安尼激动要送啥？我是要安怎忍一下？都已经用一个假身份给宋凌风啊，把个地钱包伊拢好过啊！你即马安尼做，唔就等于是咧意外后脚，甲代志愈不愈大条啊？你敢会记哩？三妹前又再来甲咱讲，宋凌风已经找到亲人的代志。我当然嘛会记啊！安尼唔表示讲我的计划成功，伊嘛拢总无人去怀疑，安尼敢唔真好？原本我俩准代志拢顺利照咱计划进行啊，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已经功劳告去啊。我是有听讲林凤阿姨足赶紧的想要过去看因爸啦，啊伊也毋过伫咧台湾的亲戚都讲，一时间找无因爸伫咧美国的地址。我相信迄地址哦，若是摕到了，林凤阿姨一定是飞出去的。嗯，那安尼就好诶，希望因表兄会当赶紧找到住址。分别囝早起的团圆，拢怪话讲得伤紧，我完全无发现情欲根本就无提起表兄两个哩，我煞家己骨卡说出来啊。不过后来情欲表情怪怪，我
我想一定对咱起怀疑啊。那这深入点真高是，伊绝对甲这个代志讲我宋玲凤听，甚至会犹豫，搁去做一届 DNA 检验啊。所以，咱一定要先下手为强，而且爱做甲心不低，鬼不敢。你想要哪做？既然宋玲凤要出国找亲人，那呢，伊就算暂时消失，我相信地情报较真强，也袂去怀疑。你讲袂真对，即马宋玲凤对咱来讲，都是上大威胁。过去，伊不走你不休，直接甲伊处理掉。你是咧创啥？上过即马要甲处理掉的啊？我已经挡袂掉啊！只有死人才会想到秘密。宋玲凤今日必须爱死。你明明听我讲啊！你到底是要安怎啊？讲要让伊消失人是你，无要让伊消失人嘛是你。你安尼反求反倒，当然是在逼钱吧？唔贪钱的机会，甲处理掉，是要甲老过年围炉吃团圆饭呢？我无讲卖去处理掉，你想仔细看卖，是安那宋玲凤的存在会对咱产生威胁？迄是因为地清波伫的，地清波这是咱上大的威胁。咁过，咱甲宋玲凤处理掉，安尼地清波就永远不知影事实啊！即马郑国英已经对咱起怀疑啊，伊敢会走去甲地清波讲？地清波势力遐大，伊早晚查出是咱变鬼。你这意思是讲，咱甲宋玲凤这种白老话，凡细弟关键的时阵，袂当利用伊做谈判的口子啊！你总算了解我的意思啊！今日想到你一条命，等阮甲电视报处理掉，后者同我哩，是个。这三年不要走去另外一个世界修炼。林凤来出国，咱电话找伊就出国，敢会像拄好？伊原本就打算讲，一摕到地址，伊就随便飞去啊。啊，因为因爸年岁嘛大，若换作是我，一定想讲第一时间要赶紧见家己的亲生爸爸。哎，反正哦，这件代志也毋是介重要啊，等下当然再处理啊。我甲当安尼啊。利用宋玲凤手机啊，传信息给伊，安尼应该都袂去怀疑啊。即马所有人拢认为宋玲凤已经出国啊，咱一定要把握时间，赶紧进行后一步的行动。